你们俩应该回来了，我们俩向这里进发。程总，如果董经理大人派了援兵，我们屠林城恐怕难保啊。去，带人去营营，我的大旗啊，也应该回来了。这。 这事不怪你，我应该清楚自己弟弟的性情。你说倪刊外兰会去哪？自然是投奔李成梁。好，我去找李成梁要人，他比我更恨倪刊外兰，肯定会笑着把人交给我。
我们已经占了屠伦城。哥，放过你看外郎吧。再说楚英还在李成良的手里。你去写封信给纳吉啊，只要他能够说服李成良放了楚英，我就饶他父亲不死。